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啊，记姻缘》。说登州的这个楚秀才啊，才这个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吧，长得呢非常俊俏，但是、啊、家里边穷，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呀、啊。这平时呢也没个什么朋友啊。有一年清明啊，他和家人一起到这个郊外啊，给这个祖先去上坟去。 其中啊，有一座祖坟并不在同一条线路上。为了节省时间呢，这个家人便交代楚秀才啊说呀、啊，让他单独的去祭拜那位祖先去。然后呢，祭拜完了，哎，大家伙呢，在这个地方啊集合。这楚秀才呢，就分了些个纸钱贡品，一个人就去了。因为往年的时候也来过啊，倒也算是轻车熟路 到了这个祖先坟前，楚秀才把这个杂草都斩了啊，就开始叩拜。因为这个贡品呢、啊、纸钱呢、啊、拿多了，哎，这走的时候没用完，那、啊、走了不老远儿，这楚秀才呀、啊、就见这个大路旁边有这么一土堆，那、啊、像是一破败的坟坟包似的。走进来去看的时候，果然呢，就看这个地上有一块破碎的墓碑，上面字迹还是依稀可见。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祖坟啊，恐怕呀、啊、是被忘记了好些个年月了吧。这楚秀才呢，本想一走了之的，那正要离开的时候，又转念一想，这谁家祖坟呢？这也忒惨点了吧？顿时那心里边就有些不忍了，啊，就在那个破败的坟前，把这剩下的纸钱贡品呢都给祭拜了，这才回了家。 当天晚上，这楚秀才啊，梦见一青衣老者对他施礼，说呀：“说我的后辈啊，已经把我给忘了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不是有心的，我也不责怪他们。你能祭祀我这孤魂野鬼，实在是太令我感动了，真不知道啊，我该怎么报答你。现如今，我的玄孙任莱州知府，啊，他的这个女儿跟你差不多大。” 我有心做主，把他许配给你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？这楚秀才在梦里边回答他的说呀：“还谢谢你的美意了，但是你那玄孙是知府，又怎么能看上我这穷酸的秀才呢？”老者就笑了笑，说：“呀，你并不知啊，他那个姑娘啊有失心疯，不是个正常人。你呀、啊，嗯，再将你我这事儿告诉他，他如何能不答应呢？” 这楚秀才呀，就说了：“说谢谢老伯的美意了，但是我家境贫寒，我我咋又能娶个病人回家呢？这这不妥。”老者听完之后又笑了，说：“你大可放心啊，这病啊，世上的郎中医不好，而现如今我那坟头有一株青色的药草，你拿回家中，等到它叶子变黄之后，会有这个虫子停在上边，这时候叶子就会卷住虫子。” 你再等三天，摘下来用水煎服了，能治那失心疯的这个病。这个病不是唬你玩的啊！你可一定要相信我。说这楚秀才呢，一觉醒过来，啊，琢磨琢磨，这事儿能是真的吧？试试呗啊！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吗？他就往那老者坟前那儿走去了。 果然，就见着有一株青色的小苗，形状怪异，但是呢，没见过。楚秀才呀，这就把它给挖到家里边去了。又等过了一段日子，楚秀才才打听到这个莱州知府的姓名，又听说知府千金确实是个疯子，哎，这都跟那梦中的老者所说没有差异。思索再三，楚秀才还是前去拜访。 这知府听了之后也十分惊讶呀，慌忙的就与这秀才一同来到那坟前一看，果然见那墓碑上所记录的与自家的这个族谱吻合，就当时就哭了。啊，我那高祖父啊是那时有名的神医，只因年代久远，这墓葬墓子埋在哪儿了不知道。今日呢，竟然找着了，啊，这实在是上天有灵啊，这是。 说吧，就询问这秀才啊，说你有什么要求啊，我都能满足你。这楚秀才呢，就把这姻缘之事给说了，并且说呀，这是你高祖父之意。说那个知府听了之后呢，叹了口气，啊，这若是真是他老人家的之意呢，那这这这不敢违背，是吧？只是我那孩子呀，有失心疯，你这我怎么能连累你呢？ 楚秀才就笑了，说呀：“这些事儿我知道，我并不嫌弃啊，只希望你能同意了这婚事就好。”知府一看他这么说了，心里边也是高兴，就选了个良辰吉日，把这女子嫁到这楚秀的家里了，陪嫁了不少东西呢。邻居们呢都取笑他说呀：“他娶了个疯子回家。”可是楚秀才呢并不看他们争辩。 整天呢就把那个青苗好好打理。等快入秋的时候，见这个叶子变黄。有一天呢，这楚秀才走到那儿了，啊，就看这个青苗前呢落着一个虫子。这虫子太小了，就跟蚊子那么大似的，停到这个黄叶子上。这时候就看那个叶子一下就那么一卷，把这虫子呀就挤死在里边了。 楚秀才一看，这跟那老头说的差不多啊！又等了三天，方才呀啊,啊把这个虫子摘下来煎水，给他妻子服下去。果然，他媳妇儿啊这失心疯就好了。夫妻二人一起来到这高祖父前祭祀，把这个坟墓重新的修整，感恩戴德。第二年，楚秀才进京赶考。 高中榜眼，做了一方父母官，一生是清廉明理，造福百姓安居。好了，这就是记姻缘的故事。